够嗨啊！我竟然只有送一只球吗 ？OK OK， 那每个都送一只。每个人要点一下。下一首歌我要先讲一下，这是我30号会发的新歌，他名字叫看不惯。你有30几号？31。哦，31。OK。我最近看不惯很多事情，就我可以讲个小故事啊。等一下。其实我在早餐店打工，然后我隔壁有一个阿嬷，她是那个，就是她之前是军人，然后退伍。老军人。对，然后老板叫我把早餐送过去哦，他说多少钱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他说对，真的，你看到这是你的问题。我想发布了，然后他说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因为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啊。那我心里想说，干，你被退伍了啦。我们今天赚大事！每个人都在那边主角，所以激到哪都把我爱起来了。哎，我刚刚配合，你让我说，我就是你们就说我看不惯，可以吗？我们就是，我就是看不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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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我们问一下，在场有谁是单身的？